好，欢迎收看嘻哈凯电影。本期给大家介绍一部科幻电影《超能失控》。这是一个少年获得超能力，为非作歹，肆意妄为的故事吗？完全不是，这是一个披着超能力外衣，讲述自闭青年在友情、亲情、爱情、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性和小到对自闭青年内心进行深入思考的伦理电影。本片有三个人物，讲述了自闭青年安德鲁青少年时期成长乃至畸形的故事。文艺青年麦特是安德鲁的表哥，也是安德鲁从小到大唯一的朋友。后来一次聚会中，有位青年史蒂夫跟他们在一个充满未知的山洞中结下友谊。三个人在山洞中获得超能力，这是故事的走向的开始。故事开始之前，先简单的介绍了安德鲁的家庭以及安德鲁自闭的原因。安德鲁的父亲是重伤后靠领取保险金的前消防员，母亲身患重病，父亲整日酗酒度日。安德鲁的成长环境是非常糟糕的，贫穷，缺乏家庭关爱，成长在畸形的家庭，让安德鲁有自闭的倾向，试图用录像机作为屏障，跟这个世界分隔开。三人获得超能力后，整天通过超能力嬉戏玩闹，做一些年轻人觉得有趣的恶作剧。扒掉超能力的外衣，这就是普通的青少年恶作剧。恶作剧和伤害的区别是什么？在一次安德鲁将一辆车推入湖中，差点害死人后，麦特和史蒂夫决定给自己建立一些超能力使用规则。他们两个人知道规则背后恶作剧和伤害的区别，但安德鲁不明白，这跟他身处的环境有关，缺乏社会活动及自我行为认知。安德鲁在史蒂夫安排下参加才艺表演，顺利的话，这将会转变安德鲁的形象，从一个人人都可以欺负的宅男到迷倒万千少女的魔术师。本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但由于缺乏性爱经验，在女方为他口的时候刺激过度，产生恶心感，吐了出来。这种行为在女方看来无异于同性恋。安德鲁试图跟外界的联系，走向十分尴尬的局面，再一次封闭住自己的内心。之后安德鲁为了避免跟外界接触，上了云端。史蒂夫上去云端试图安慰安德鲁，安德鲁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下用雷电杀了史蒂夫。在冷静后陷入自责的安德鲁走向更加极端的情绪中。到这里，影片对自闭青年的描述基本结束，后面为了救母亲打劫被反抗抓捕的超能大战都不过是安德鲁走向极端后的选择性行为。这些行为中，安德鲁没有好坏、善恶的分别，只有强者、弱者、能力高低，决定谁能生存下来，完全的动物本能。安德鲁是坏人吗？或者安德鲁本性很坏吗？影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安德鲁本性不坏。从安德鲁奋不顾身救史蒂夫和为了母亲外出打劫就能看出。安德鲁关心自己的朋友、亲人，在安德鲁的世界，这些人都是重要的人，会出于本能的去保护。而使用能力使别人坠车入湖中，可以发现，安德鲁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伤害。安德鲁是好人吗？这是影片从侧面探讨的另一个问题。安德鲁用雷电杀死史蒂夫，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史蒂夫的死是安德鲁转变的开始，从自责到价值观扭曲的一次重大转变，接二报复嘲笑自己的人开始黑化的第一步，为了母亲打劫，在行为上完全不顾及自己以外的生命，安德鲁彻底坠落。安德鲁有机会当好人，毕竟本性不坏，但家庭和社会并没有给安德鲁太多的沟通和关爱。如果你身边有安德鲁这样的朋友，不帮助他没有关系，但请至少不要嘲笑他，免得被他杀了。这是给你唯一的忠告，弱者在没有能力的时候不会反抗，在有能力的时候会毫不留情地打回来。好了，本期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